今年再加上疫情的关系，就觉得这个产品真的要难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l Organic 创办人爱丽丝，开心要跟大家介绍跟法国最大的美妆集团长达四年段的调配方，再加上两年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之间的沟通花了更长的时间，就觉得这个产品真的要难产。但是现在非常开心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法国丝绒玫瑰时光活肤乳。这活肤乳工厂有保湿、修护、紧致、提亮的效果，里面使用了天然植萃成分，特别选用有机的植萃成分，获得欧盟 ECOSA 有机认证的成分，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香精，也没有人工化学的香料，不管是敏感肌、一般性的肌肤或者是混合肌，相当适合哦。在这瓶法国丝绒玫瑰时光活肤乳高达 99% 的植萃成分，以及 23% 的有机成分，另外添加三大活性抗老配方以及两大天然植萃配方。我们家的配方叫做 Alpha Flow， 长得特别，是来自于瑞士阿尔卑斯山上面的醉鱼草。醉鱼草据说是蝴蝶最喜欢的一种植物，得到欧盟 ECOSER 的有机认证以及 Natural 的有机认证，并且还有公平贸易认证。这里面所萃取出来的精华被证实有效延缓衰老修护，可以让肌肤维持在年轻的状态，让时光动人。里面有个成分我特别喜欢，记得向日葵籽油，里面含有丰富维他命 A、C、D、E， 都是我们肌肤非常需要的。使用起来会觉得你肌肤变得非常的平滑，保水度也变得非常好，还有舒缓镇定的效果。另外还添加了有机荷巴油，跟我们的肌肤油脂非常相近，使用会发现很快就被吸收了。里面有丰富的维他命 E， 具有舒缓修护的作用，可以调理我们的水分，针对像敏感肌或是受损肌肤具有非常好的保养功效。当中我们还有添加法国有机的药剂师玫瑰萃取。其实药剂师玫瑰是在法国罗旺的地方种植高品质的玫瑰而闻名，在13世纪被许多的药剂师放在药品当中，或者可以当做护肤品，只有开一次花，采收是人工一朵一朵片一片花瓣分开运到南法，再去蒸馏萃取，玫瑰可以帮助肌肤延缓老化修护亮白的效果。添加了有机库拉索芦荟，是非常棒的保养圣品，可以帮助肌肤保湿镇静舒缓的效果。这一瓶法国丝绒玫瑰时光活肤乳，它的质地非常的顺，涂抹在脸上不会觉得很油腻，很快就吸收，而且它的味道呢是我最喜欢的部分。它是木质调的香味，闻起来会让你觉得身心非常的平静。 We Organic 的保养品用天然精油调配出有如香水有前调、中调、基调的香氛，这个活肤乳是木质香，前调有佛手柑、茶树、依兰依兰，中调有乳香、黄葵、天芥菜，基调有广藿草、香草、零零香豆，每一次使用完都会感觉到不一样的香氛，仿佛做了芳疗一样。那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如果脸上有用防晒乳或者是隔离霜，记得一定要先卸妆，建议使用玫瑰卸妆水，卸完妆之后使用橙花绵绵慕斯，记得用小拇指慢慢推开，切记不要太用力拉扯你的脸部哦，容易长细纹。洗完脸之后使用露花水当做化妆水，轻拍到肌肤当中，接着就可以使用法国丝绒玫瑰时光活肤精华，成完精华液接着就可以上镜活肤乳咯，用量不需要太多。如果希望可以加强保湿或者修护抗痘，建议在使用完精华液跟在使用乳液的中间加上面膜的这个步骤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一起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。